是你就不会胖，我感觉是这样的。其实说白就是管住嘴，少食多餐，把袜子链接发给他，我袜子可便宜了，我袜子那个三双20多块钱，自己网上搜吧，纯棉的就行了，就不一定哪个牌子都可以。买袜子不要买那么贵的，特别是像白袜子，你穿个几次你也洗不干净，洗完事就扔了，你说何必呢？是不是？所以买点穿一穿，穿个那个什么，穿脏了洗个一次两次，脏了就扔掉了。所以买便宜的就好了。你要花个100多、200或者500、1000去买袜子，我只能说你是个冤大头。对，远程说你冤大头。对，所以像买袜子这种不要花太多钱，啊，没必要，没必要，绝对没必要。怎么有人说抽他？签名照抽。哦，我看这人干嘛？吓死我了！哦，打扰，打扰，打扰。对对对，然后那个，那就开始抽签名照了。抽完我要继续去忙了。那签名照的内容是？那小能手。行吧，不不不，收纳小能手太低调了，咱再来个高调点的名字。收纳专家邢昭林，来吧，抽5张签名照，就这样，来吧，准备啊，好。收纳专家邢昭林，哎，已经开始有人打了，哎，准备啊，抽抽抽抽。因为我这个手机的图传时间跟你们的不一样，所以我拿我宣传的手机抽啊。你看他的手机后面，他侄女还给他弄了一个特别可爱的 Hello Kitty， 然后对，然后给他的时候还跟他说让他不要接掉。好了，我们现在抽签名照啊，准备啊，5张，好，抽5张啊，5、4、3、2、1，哎，我的表情好丑啊，但不重要啊，读一读啊，5张，那就是往下，1、2、3、4、5，哎，刚好5个，哎，来，大家自己看一下，对，5个是，这字我不认识，星什么？你看一下，意什么？哦，心意87，痴情小阿静。昭林的小美好，好，你现在很美好。重生之每天特特特开心。然后是浮光和景 MYD。OK， 恭喜5位获得了签名照，到时候会寄给你们的。然后我另外说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我签名照这件事啊，我说实话，我签名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每次签的不一样，但是大概率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耽误1分钟啊，耽误1分钟，我给你们拿根笔，我写俩名，你们自己看看。这个是按照艺术感觉来的，你看，比如说啊，这张纸，你看我在这儿签名，你看啊，这签一个。这一次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我再签就是这样的啊，那我还有可能签是就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凭感觉来的，但是大概率呢你都能看到它的相似之处，嗯，是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是白纸上不签名，所以撕掉了啊，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反正每次签名都不太一样嘛，嗯，但是肯定是能看出来是我的签名的啊。但是我之前在某鱼看到卖我签名的，那一看就不是我签的啊，那一看就不对，那个签的太规整了，我签不出来那样规整的签名，对，嗯，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下了啊，各位，我要继续去忙了，忙完以后我去吃个夜宵，给我的 vlog增加一些素材，然后对，就是大家照顾好自己啊，那我下个月继续见。对，但下个月我没想好是连着这几天看看儿童节播一下，还是到6月底再播一下，这个
让我翻一翻日历，看看哪天比较不错，到时候提前通知大家啊，然后大家聊一聊天。那下一期的预告一下内容吧，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下一期我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在青岛转一转玩一玩，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如果到时候那几天戏比较紧张的话，就带大家看看夜里的海滩，一起在海边走走路散散步。那如果都实现不了，比如说那天刚好下雨啊，然后那天戏又比较满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再可以考虑考虑一块直播吃烧烤啊。总之对，我希望就是我每个月跟大家直播聊一次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每到一个城市拍戏啊，或者我每到一个地方，我能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地，感受一下当地有趣的事情啊，我再研究研究，让我的小脑袋爆发一下。好，然后对对，提前谢谢大家，祝我开机大吉。对对对，然后呢就先这样吧。好，拜拜各位，下次见，拜拜。真的有人说花钱了，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以后直播抽的机会有很多，大家不要去，就是真的有小伙伴花了钱啊，真有人花钱买签名啊，别的千万别买。我跟你们讲，花钱买签名这件事情特别傻，我跟你讲为啥啊，多唠叨一句。你看我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篮球明星，然后网上有卖签名的，我就说一次我自己的经历。那我买了一个签名，而且它是有官方认证的证书的，结果我买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也在上网查了，这应该就是他本人签的。但是呢后来经过几番对照，我发现我买了一个赝品，那这个时候我花这个钱就很不值。所以我觉得网上不要买签名，正规渠道抽。对对对，就是咱不当冤大头，还是那句话，好好生活不当冤大头。 OK， 那也再次祝大家521快乐，拜拜。对，下个月除了我在构思东西以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这个是我已经买好了，但是我不打算在这一次拿出来，对，给大家买一些小礼物，所以下一次就不抽签名照了，会有一些小礼物，到时候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些啊，是的，一小些，对，好 ，OK， 那就拜拜了，这下面都没有关啊。